together. We only need the two of us together. 'Cause we got love.不管妞，不像王道把光明正大了，还是那个王道现在后悔，后悔进来这个直播，赶关掉，关掉，关掉，直接关。我要跟你的粉丝朋友讲，其实跟你睡觉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，他们可能不知道。我记得我最后一次跟凯凯睡觉的时候，他除了会把他的肥胖的大腿压着我以外，我会拼命挣脱挣脱。然后有一次早上起来了，然后想说哦，他还在睡觉。我也不吵他，我在旁边滑手机，就侧着身滑手机，结果他就拥抱我，然后我就吓到，我就不敢动。他在做春梦吧？醒来了吗？然后突然他的下半身就顶上来了。屁呀！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睡觉，吓死我！这个是类似这个尺寸的东西吗？王道，你看到第一眼看到喜欢的人，你会看哪里？全身。你是从下看到上还是上看到下？哦，你看个性啊，哇，你看穿他、啊，对，直觉就看合不合嘛，看聊天啊，看什么？真的啦，官方说法，官方说法，一般不会太去哦哦。你知道我是第一个看什么吗？看哪里？家庭背景。哇，你看得很深入哎、欸！所以你先认识一个人，先 Google， 然后就对，哇，这个身价不得了，好好好，就你了。所以你知道我那天为什么要抱着王大陆睡了吗？你叫那个王大的网友们帮你争争女友啊？对啊，不管妞，不像王大陆把了光明正大了，还是他都已经上11亿热搜了 ，OK 吧？10亿的人都知道。我王道现在后悔，后悔进来这个直播，赶关掉，关掉，又干，直接关了。不是不是，王道直接离开太屌了吧？我靠，大陆没流汗，我直接流汗呢、欸。什么东西？我刚没听到，我刚没听到。小心一点哦，在我直播很容易出事哦。你知道王道一句话都不敢讲了吗？你不动，我不动。对，毕竟我那么会失言，对不对？不然大兵该怎么来？会给你们带来各位满满的大平台。你那个不是失言，那个是念错。帅不帅？你要解释一下，你到底是为什么要讲这个吗？没有，当下那时候，因为我又不是歌手，然后他请我去颁奖，然后问我要不要戴耳返。我不是歌手，我不唱歌。我就没有戴耳返，结果后来我去试的时候，发现这回音太大，然后我没有想那么多， 然后当下是 live， 我完全听不到我的声音，所以就变大平台了。反正那个台词是什么，给你一个什么大什么平台啊，只是我后面已经听不清楚我在讲什么，所以我就直接说满满的大平台，感觉我的台词是对的。我后面还有跟那个金秘书一起颁奖，哇，这个炫耀神志不正，大家都只注意大平台，我颁2次奖，怎么样？我有